呢一讲呢係讲下Google 相簿里面一个小帮手，小帮手里面呢一个动画同埋一个影片嗰个功能，我哋点样去使用佢。嗱，我哋首先呢就係程式键啊，嗱，打下程式键。咁就去搵呢个 Google 相簿啦，嗱，搵到佢啦，咁点佢啊，嗱，开解佢。嗱，咁我而家进入呢个主页面嚟㗎，咁我哋就嗱，你睇下边咧，呢度蓝色呢个系相片啊。如果你想搵相簿就喺呢度，但我哋而家咧系要搵小帮手嗱。开启小帮手，小帮手里边呢度咧有四个功能啊。嗱，咁我哋咧呢一讲系讲动画同影片。嗱，咁我哋点动画？嗱，动画咧就系话你选择一啲相片系可以咧。做成一種，其實咧做咗一種好似係幻燈播放咁嘅形式嘅啫，冇咩特別嘅。啊，呢個動畫同我哋平常嗰啲卡通咧係唔同噶嚇。咁佢咧，佢就話由兩個開始至到50個。啊，嗱，咁我哋依家見到呢個頁面，咪就選呢啲咯。嚟一個、兩個、三個、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嗱，咪就選呢12個。嗱，呢个咁样嘅放大镜咧，系一点下佢咧，佢就会将啲图片咧就放大俾你去拣啦，系嘛？拣咗啦，嗱，佢剔喺呢度，咁啊点啊？向上拨咯，咁你就睇到啦，系嘛？嗱，佢即系放大逐张俾你睇，咁解啫嘛。好啊，嗱，咁我哋而家嗱转翻细，咁啊已经咧选咗之后咧就点建立嗱呢个位置，咁佢咧就要捞紧嘅吓，即系要进行制作嘅。咁我哋稍微等等，嗱，而家咧佢就做到出嚟啦，嗱就系咁样嘅，啊闪下闪下咁嘅，啊冇咩特别嘅，好啊，嗱咁我哋睇睇右上角嗰三点什么东西啦，有个投影播放，嗱加到相簿中，嗱如果你确定咗之后咧，就一定要点加到相簿中，啊第日喺翻媒体浏览器啊嗰啲地方去睇佢，嗱投影播放系点咧嗱？佢系改翻为好似幻灯片咁样播放，就系咁性质啦。啊，嗱，我哋而家点翻佢咧？嗱，下边呢度咧，嗱呢个知道系乜嘢啦？呢个多数都系分享噶啦，嗱，吓，咁你系用咩嘅形式分享出去啊？咁样咧，你就喺呢度嚟到处理啦，吓。咁啊，跟住咧，呢一个呢支笔咧就都系编辑，咁啊睇下有咩编辑啦，开佢睇睇啦，啊，呢个其实咧。就是一种滤镜嘅性质，嗱，依家呢个原图嘅啦，呢个帕尔玛，嗱就咁，嗱咁我哋揾个明确啲啦，嗱呢个艾菲尔啦，佢完全唔同晒啦，咁呢个其实即系滤镜嚟嘅啫，吓，呢个，嗱就咁，胶卷啊，咁我哋顺便是但啦，嗱脸红咯，嗱咁我哋咧就拣翻个原图啦，或者自动啦，嗱俾佢自动啦，吓，好。咁呢度咧嗱，下边咧有一个呢、這个咧就是主题嚟噶啦，呢、這个东西我点点佢，啊睇睇佢究竟系乜？哦，呢、這个唔系，呢、這个就其实即系就而家呢个系啦，佢都当叫主题啦，啊或者我哋亦都可以叫做系滤镜啦，嗱、啊、咁你就选啦，选个形式啦，好似远景咁，佢系做成咁样，啊咁你睇下中意边样边样啦，吓、啊，咁啊呢个咯，咁啊中间呢个咧系乜嘢咧？呢、這个都系编辑嚟噶，我哋睇睇佢啦。咁呢個主要就教色水嘅啫，嗱，亮度、色彩、流行啦，喺隔離有個倒下角嗰度點點佢啦。咁你自己睇下，覺得張相，如果你平常咧覺得係暗咗嘅，咁你咪拉佢調校嘅咯，即係調校嗰個色彩咯，嚇、啊。呢度就嗱呢個咧就應該係裁剪同埋旋轉角度啦，我哋開佢睇睇。嗱呢個咧就係左邊咧就嗱嚇。咁样向咧，佢就咁样转嗱，咁样向咧，佢就咁样转吓嗱，咁你自己去教睇有冇需要啊？你又快脆啲90度嘅，咪点呢度啦？嗱，呢个咪90度啊嘛，90度又90度啊嘛，90度90度咯，系嘛？嗱，系就咁啊。好啊，嗱呢个咧嗱就系画面嘅比例，画面嘅比例咧，咁你都有睇到啦。嗱，而家睇旧式电视嗰啲咁样咧，嗰啲4:6啦。啊！而家我哋加呢啲啊，16:9啦，啊咁啊，最初時間出彩色片咧嘅寬銀幕啊，嗰啲咁樣啦。咁你呢度咧就係
自己去揀啦吓，你逐样点啊，佢试下啦吓，试下佢啦吓，咁你就可以逐张去改啊，或者一手整咗就算吓。嗱，咁我哋呢家就咁处理。好啦，咁啊，当你而家完成咗之后咧，你记得咧就系要点完成咯，嗱，点完成啊嗱，呢个咧就点咗完成咯，完成咧，咁你啊完成啊，即系话你做完啫。咁你要保存佢出去喎，点啊？嗱，咪点呢三点啊？记住嗱，呢有储存啊，嗱，点储存啊？啊，有储存两个字啦。嗱，咁佢已经储存咗啦。咁啊，储存咗喺边度啊？嗱，我哋翻主页面。嗱，去搵睇图片嘅地方。嗱，我啊快图浏览。哦，快图浏览睇下佢啦，睇下佢，睇下俾个什么快佬佢啦吓。啊，佢呢个睇睇佢吓。嗱，应该系呢个啦，啊 ，Google Photos 啊，嗱呢个睇睇佢，嗱再点佢睇睇，嗱，咪一个啦，吓，嗱咁你哋自己咧就系喺呢度揾翻佢啦，吓你自己摸索下啦，或者你逐个点啊佢，如果你唔识嘅，到时咪逐用点啊佢咯，系嘛？好，嗱咁我哋咧呢个动画讲完咁啊，讲影片嗰度啦，好啦，我哋又去翻开启，又揾翻 Google 相簿嗱。啊咁啊，出翻嚟咯，褪出咯，嗱点就退，啊嗱，我哋都系退翻出嚟，咁咧就系小帮手，嗱里边呢度咧就有影片啦，嗱我哋点影片，嗱其实影片咧同刚才个做法一样，不过多咗背景音乐啊，写嘅字咧系多咗编辑嘅功能，即系咁解嘅啫，嗱佢话可以50张相或者影片，因为佢系做影片啊嘛，嗱咁我哋试下点晒佢啦，呢个嗱点埋呢个啦。咁啊，总共有40个啊，系咪建立？嗱，而家又系要等佢，嗱，佢要下载嘅，啊，同我哋去编噶啦。嗱，而家佢应该得噶咯，嗱，我哋点佢试下睇下，嗱，佢而家捞出啦，捞出啦，会自动播，嗱，要播啦。嗱，有音乐有成嘅，咁我哋其实咧就要处理一啲嘢，处理什么呢？第一个嗱，呢个主题系按照你而家里边集合咗嘅内容，你想表达一种咩意思出嚟咁解？咁而家我呢个系绿色噶啦，绿色植物就应该系睇下每一有啲绿色类嘅嘢咯，啊嗱。我哋或者揾个自然风啦，嗱咁啊，嗱，嗱佢又咁样，啊，好嗱，如果你揾个旁黑啊，睇点啦，咁你会清楚，嗱，咪睇到啊，系唔同噶吓，嗱，朦胧，嗱，咁啊，按照你自己嘅需求嗰度咧，嚟到去拣佢啦，吓，嗱，每一个都有唔同噶吓，嗱，呢个黑白，我睇到啊。如果你覺得你仲係唔夠咧，你仲可以呢度冇啦，冇得下載啦，係咁多啦，啊！其實都好多噶，我個郊外啦，頭先我見到户外啦，嗱，嗱佢又咁樣，好啦，嗱我哋停一停佢，嗱呢個主題確實咗就點個 tick， 好啦。主题确实咗啦，咁啊到中间呢个咧就是音乐符号嚟嘅，香街笃斗士啊嘛，嗱我哋点点佢，咁就系话有两个地方俾我哋去拣音乐，一个咧我的音乐就话你手机里边下载咗嘅音乐叫做我的音乐，下边嗰个叫主题音乐，即系个软件本身配备俾你嘅，你自己去选，嗱我哋我的音乐，嗱咁我自己呢度好多嘅吓，嗱。咁呢度假使间拉老湾啊，嗱，假使间 OK 啦，咁啊右上角呢个 tick 嗱，点佢啊储存咯，啊嗱，当你选咗第二只啊，第一只就冇噶啦，吓你即系都始终有一只喺个，即系咁样吓。
咁你话两只合埋得唔得啦？佢冇咁嘅功能啊，抵啲就得。依家仲系合成紧电影，未做起晒。咁我哋等下佢啦。嗱，呢个音乐咧，同刚才最初嘅时间听系唔同啦。嗱，而家播紧噶啦，系嘛？啊，咁我哋如果改个第二只啦，好啊，咪啦，依家嗱开点嚟睇，嗱主题音乐，嗱呢个位置啊，主题音乐，嗱呢个曾经使用过嘅，啊，嗱建议使用呢几只，嗱佢系就翻你呢个嗱，好似嗱呢个咁噶啦吓，嗱呢个吓吓啦呢个，佢系咁样嘅，嗱如果你唔中意咧，佢有好多类型嘅音乐仲俾你拣噶啦，喺度播。是按照你不同的类型里面不同的主题来整的、那个、好像这个这个 lock 它又这样那你除了你自己选择那假设间 OK 了那点它现在就转了是吧好了到这个了这个东西了我们看看它这个东西呢大家知道这个垃圾桶呢就是取消啦是不是啊即是删啦。删乜嘢呢删下面呢啲囉。删你本身摆咗落去个相囉。你睇鍾意删边张删边张囉。嗱呢个呢就应该就加㗎啦。加上落去㗎啦。我哋而家试下睇下搵个。搵个呢啲啦比较明显啲㗎啦。完成。咪加咗落去囉。咁但如果你想话褪佢位置可以褪到喎嗱好似你撳住佢。嗱咁就走咗啦一路转转转转转。好放手啦咁咪转咗嚟呢度啦。啊嗱呢个系嗰个功能。咁最后呢就剔啦。好啦你剔咗之后呢一定最紧要回出喎。即係要挤喺你嘅手机里面喎。咁喺边度去啦嗱我哋喺呢度。第一可以试下呢、這个。回出影片。咁又正在储存啦，啊！嗱，都系要等啊，吓啊，都系要花时间嘅啫。而家兩隻撈得一半都幾冚搞，唔急得噶嚇。咁佢完成咗啦，依家其實完成咗噶啦，咁我哋唔需要你噶啦，你要傳出去俾人咪點呢度咯，啊，咁就分享出去咯，啊。咁如果你唔需要傳出去㗎咁你咪收返佢。我哋而家退出嚟去檢查佢。睇媒體瀏覽器呢度下快度瀏覽。喺呢度。呢個應該呢度啦。我都呢個下。最緊要。出咗呢个页面出嚟，问你用乜嘢方法播佢咧？你一定要选翻影片播放器，唔好搞第啲嘢。搞第啲咧，佢整咗去嗰个其他嘅软件嗰度播咧，咁你就自己觉得好唔习惯。咁咪紧一次吓。咁就揾到佢翻嚟啦。咁就播咗啦，咁而家呢就係咁样㗎啦。